享 SS Memory， 今天是除夕夜，先祝大家春节愉快。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拜祖先中午要拜些什么菜吧。噔噔，可不怕哟，什么都有，鸡鸭鱼肉满满一桌。刚哈哈很可爱哦，他说我们要来拜拜，我说拜拜怎么拜呢？结果他居然这样。就刚说你是古装剧看太多吗？怎么那么可爱？拜拜完拜祖先了，然后也吃完饭了，出来散步一下。为什么要散步呢？为了晚上能够吃更多。晚上大餐，团圆饭在晚上，晚上才是大餐啊！所以我们现在出来散步，走走路，还要走个半小时左右消化一下喽。预计大概3000-4000步，散步一下喽，拜拜，等一下见。我刚上完了步，现在来买饮料喝喽，喝 Coco 吧，热量加倍。慢慢的准备当中，陆陆续续会上桌哟。那这也是一个澎湃的料理啦。好了，快好了，菜色越来越多了。他们是分开的，对不对？两个大小姐在上网。佳敏爸爸在工作。现在网络上很多人都剪那种头啊，好玩的。等一下吃饱，开始可以骑脚踏车了吗？为什么你来拍？妈，看我。耶，啊，来比赛。好吃吗？时间到了，这个是最令人开心的时刻。我们来看看今天会收到几个红包吗？领红包了！耶！谢谢阿公，啊，谢谢。谢谢你，还要说吉祥话，大吉大利。啊，好，起来，好，耶，棒棒啊！我来吧，年年好。就这样，谢谢。就这样可以啊。爸，我祝你数不尽的财富，数不尽的健康，好不好？来，好不来？好，好，都人们喊啊！谢谢。好，好，看到苹果要说什么？好。我属于你。我属于你。我干不贵，还这个先数大手抽筋，手抽筋，哈哈哈数不尽的财富，这个是每次来说，爸爸等一下很快就数完了，爸爸最漂亮，晋升10万又不？晋升对，一万就得。一万了吗？还没一万哦。真的要很短期。10万、20万、30万、40万。那第二个小姐吧。好，谢谢。数不尽的粉丝。祝安老师。赵安十万岁。好，还有。订阅。好好赵哦，谢谢。赵万订阅。好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没有你的哟！好。这全家的哎，对呀，这个不是台湾彩券发的，这个是 Family Mart 全家便利商店发的，特别哦。我会帮你刮干净。13号，我也来刮一下喽。嘚嘚嘚嘚嘚，我手好酸啊！真的手好酸，怎么刮不完呢？好，吃饱
宝的也刮完了，芝宝也是刮到就是咖啡，然后这两张几乎都有咖啡。反正我们有的饼干是真油味、红烧口味，不过有一个造型保温袋，好像是个还不错的礼物哦。还有多利多姿黄金起司玉米片啊，都是饼干咖啡也是不错的啦。过年就是要放烟火，对，我们有各式各样适合大人小朋友的烟火，还有仙女棒，哇，种类非常的多，感觉放一夜也放不完哦，真的。哇！荧光棒仙子，对，荧光棒小仙子在这边，哇！好可爱啊！你是什么弥勒佛是不是啊？嗯，我是皇后。皇后。Hello， 时间过得很快，今天是初一咯，大家新年好！我们今天要玩的玩具就是单人电子投篮架，目前正在辛苦的组装当中，等一下组好了就可以看一下是什么东西咯。OK， 组好了电子的单人篮。球架，你看看，很可爱吧？我们请看看有没有很准。嘿，好，很逊，再一次。嘿，一。哇。它会计时计分，棒吧？初一的下午呢，我们到公园玩，小朋友带着脚踏车过来了，等一下可以溜滑梯。今天是初二啊，那我们在家里玩耍废一下哦。那看我们这个手上是什么 ？Switch， 我们要玩的是 Just Dance。Go， 要来哦。你手上是什么？玻璃哈，我们今天要来看玻璃的舞台剧哦。对啊，哈哈，是不是安保跟玻璃？救援小英雄玻璃开心过好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台北的儿童新乐园，我买了玻璃的舞台剧的票位，等下就要进去看了，超开心的哦。好，我们到喽，我们要进去喽，今天是大年初三。小英雄集合，我们一起来灭火，出动！澎湃哟！而且我们这里超多小朋友了，给我看一下有哪些人吧。Go， 姐姐，大姐姐，耶、yeah, ，我们是小姐姐。Hello， 我们是芝宝姐姐，是吗？芝宝看我。耶、yeah. ，Hello， 哇，我们今天是韩韩哥哥耶。好哎、欸。Hello， 啊，我们是可爱的瘦瘦弟弟。耶、yeah. ，哇，这是可爱的仔仔。最小的弟弟哟 ，Hello！
嗨，仔仔，在玩角落生物啊？来看我 ，Hello， 哈哈，耶、yeah ！什么东西呢？哎呀，宝宝。我爱你，怎么有个红包？我的天哪、啊！开心吗？开心啊，开心！哦、恭喜恭喜！今年你们发大财 ！Hello！ 哇，时间过好快，今天是大年初五哎，已经是放假的最后一天喽、嗯。这几天完全都在低温寒流中度过，几乎都是十度，非常非常的冷。所以我们今年也没有特别的出门玩哦，然后今天一样就是还是在家，就是看个电视啊，玩 Switch 啊，然后聊聊天，吃吃点心，就这样度过了美好的一天。咦，这是我们过年拿到的红包哎！哇，这么多啊！也还好，不多啦。阿公阿嬷包的啊，阿伯阿母包的啊，哈，大家都很开心哦，过了一个快乐的春节。哎，这只宝是在学校有学吉祥话啦，看到苹果要说什么？平平安。看到橘子要说什么？大吉大利！我看到凤梨要说什么？还有妈妈牌。哎呦，还蛮好玩的耶！哎，还有一个看到萝卜要说什么？好彩头。哦，是哦。哎，学校其实也学了蛮多祝福的那个话语，哦、对不对？哎，不错不错不错。还有啊，今年妈妈很辛苦啊，所以。啊、所以。这个是给妈妈的红包。哇，我也有一个红包，是大红包还是小红包？心意最重要，都很大。家庭主妇很肤浅的，真的不看心意，我们只看数字。好啦，谢谢喽。